各位同学来看一下图像和声音是不是清楚？你们也可以跟着听，其实你也可以听，可以听得到声音吗？好，那成都清楚，山东清楚啊，那我们。一起来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内容当中啊，亚洲盘阶段的时候，亚洲盘阶段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和大家来去学习一些技术指标啊。那当然，明后天的时候呢，丁老师会重新回归到团队当中，和大家进行每周盘的讲解啊。那谈的内容可能会有所变化。那我们在这段时间上，在亚盘啊早间的时候，还是和大家。进行到一个老内容当中啊，和大家来看看交易当中的技术指标啊。那在上周周五的时候，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建立了这个技术指标，设置了 M 模板啊。那各位同学也可以把自己的 M 模板了，然后调出来看看是不是跟我的一样啊。那保持一个交易的一致性其实是很重要的，包括说我们用哪些图表去做交易，哪些什么样的周期去做交易啊？在上一节的时候我们学了一个技术指标，那这次呢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去学一些技术指标啊。那各位同学，我一直说你们如果对这个技术指标感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说看一下。哪个技术指标是你喜欢的啊？那我们在这边插入技术指标，插入技术指标，然后在上一节的时候带着大家加入了一个 MACD 常见技术指标。那除去 MACD 之外呢，还有一个技术指标了，我们把它叫做一个趋势型的技术指标了，叫做布林带，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技术指标，布林带。布林带就是我现在所指的这个指标，这也是在交易当中可以说是所有技术指标当中排名前几位的一个技术指标保利也叫保利加通道，也叫布林带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你在网上呢也可以搜索 Google 打出来的搜索，它叫做布林带。布林带，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那你看布林带的百度百科上也可以看得到然后维基百科上也可以看得到那布林带也叫保利加通道等等等的名字，在中间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布林带上边很多投资人有一个地方会用错布林带。我们先说布林带，它是。结合了移动平均线和标准偏差的两个概念的一种交易的方法那我们现在这个图表上给大家去插入一个布林带标准的布林带它是时间周期是20，标准偏差是2应用于收盘价。那我自己在用的时候呢，通常会用它的这个最高最低收盘价三个加起来除以3的这个位置当做它的。布林带，然后加上之后呢，布林带就是变成这样了，这就是布林带那布林带，通常情况下，人们会把它，就是大多数交易者会把布林带呢认为是一个摆荡型的指标，说这个价格呢会在这个两个区间之间来回运动所谓的来回运，我把它颜色变得不一样一些布林带在这里边呢，有一个中轨就是中间的这个，然后有它的上轨道，有它的下轨道，上轨道和下轨道呢，都是围绕着 SMA 20，就是围绕这个中间进行展开的。那统计学当中呢，把两倍的标准方差，通常情况下呢，就是这两个上下轨道这两个上下轨道就是这个轨道。还有下边这个轨道，统计学上边说能包含有行情的95%以上的行情会包含在这个中间，就是随机统计的话，会有95%会包含在其中。那在外汇交易当中，由于行情波动的不确定性要比通常的这个数据的波动性要大，所以会有89%的数据会包含在这两条线当中。
啊，所以你经常会看到价格会不停顿的从两个轨道之间来回的运行，从上边走走走走到下边，然后从下边然后再走上来，然后再走下去。所以这个布林带啊，这个通道好像是这个价格就会在这两个之间来回运动一样啊，就像是啊这个图形上面说啊，布林带呢是约翰布林鲍林杰鲍林鲍，然后去发明的。然后呢，它等于中轨啊，中轨就是简单移动平均线啊，就是 SMA 20啊。我说的 SMA 就是 Simple Moving Average 20啊，就是它。然后这个上轨呢，就是中轨加上2倍的标准方差，然后下轨呢就是中轨减去啊2倍的标准方差，然后去计算出来的啊，就是个标准方差。这个标准方差的概念就是说，这个概念呢大致像是这样啊，我给它大家截个图，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标准方差啊，给你画一下什么叫做标准方差。那所谓的标准方差就好像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看到平常那个曲线是。啊，大家一定会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曲线啊，一个曲线。那么下边呢是一个，我们把它叫做下面就是零轴，然后中间呢有一个峰值的轴啊，峰值的轴。那这是它的最高点啊，它的最高点。那么在峰值的两端会有两个标准方差的位置啊，第一个位置我们说。在峰值的两端会各有两个位置，这个位置叫做1倍标准方差啊，两边还有一个就是2倍标准方差的位置啊，大家一定在之前看过类似的图啊，画的可能不太标准。那1倍的标准方差会涵盖当中一段的这个数值，2倍的标准方差会把89%的数值会包含其中啊，就大部分数值会包含在2倍的标准方差之间。所以这就是布林带的算法和统计，就是它价格离开它一段时间之后会回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指标啊，很好的一个技术指标。那它合适于什么？它最合适于在摆荡当中去做交易，合适摆荡行情。合适摆荡。合适摆荡行情啊，但是它本身呢，本是趋势性指标啊，本身是趋势性的指标。那为什么说趋势性的指标又合适摆荡行情呢？这是好多人在交易当中一个误区啊。好多人在交易的时候，就是交易布林带的时候，喜欢是从轨道的两边往中间做。啊，把交易的时候爱从轨道的两边往中间做，比如说高位往下做，高位往下做，两边往中间做。实际上，在大多数行情当中，你要先明白它到底是趋势的行情，还是一个震荡的行情。如果是震荡的行情，那它就是两边往中间做；如果是趋势的行情呢，就是中间往两边做，所以在这里的是有区分的，那你就需要去分辨它到底趋势还是摆荡。那比如说我们在目前的状况下，那比如说目前的状况下，英镑这个货币对它就是一个趋势型的行情，它的合适的交易方法呢，就是从中间往两边做啊，行情只要回到它的这个中轨附近的时候，我就开始做单了啊！我把这些不相关的指标删除一下啊，那包括我们看到在周五的时候啊，包括我们看到在周五的时候，在小时图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位置上，行情一旦点刺这个位置啊，点刺到中轨，然后它就朝着两边走了。现在我们看到它又来了，实际上包括像现在也是一个调整之后做多的一个好机会啊，包括我们看到在周五的时候，就是回到这儿，然后往上走，
周五的行情，注意英镑它建立趋势型行情呢，是周四就建立的趋势型行情，在这里啊，我们看到一波大涨已经是趋势型行情已经就建立了。那在涨势当中，我要找一个逢低买入的好点，这时候布林带的低位的时候就是一个好点。那像现在其实也是啊，现在行情回调之后也是，那当然现在是亚洲盘嘛，我们就不在这儿做单了。如果它继续往下走，再走一段啊，走到这个低点，或者走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还会再有一波行情。所以今天的英镑还是一个逢低买入的一个好机会。这包括我们在我们今天的交易内参当中也给大家去说了逢低买入啊。那我们在这儿的假设，我们小仓位的在这边去买一些啊，小仓位的买一些，我们就不用一这样的一个仓位了，我用 0.5 啊，做上一半啊，做一半，然后买入它啊，买入呢啊，你听叮叮的声音，就是我的手机上它已经入场进去了啊，给一个止损，然后大约40到50点的止损，通常英镑的止损呢会听大家听到这个叮的声音吗？叮的声音就是这个手机上了，会把我交易的讯号就发到会发到手机上来，它会对应的跑到手机上来。你这个 stop loss 是设多少啊？stop loss 在中间，现场同学问到说 stop loss 设多少呢？通常情况下，英镑在这个状态当中会设45到50点。我们现在的英镑的这个 stop loss 呢，我来读一下现在的 stop loss， 现在的是给了60点啊，今天给了60点的 stop loss， 因为最近的这个英镑波幅比较大啊，然后英镑比较大，然后我们看到刚才说人民币对美元的价格突破7.5块啊，那实际上这种报价的方法不对的。如果说是7.5的话，应该是说美元对人民币啊，是就是1美元等于7.5的人民币这样报价啊。那今天的人民币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波幅，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它就建仓就进入到这个市场当中了啊，就是英镑去建立。那还是回归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布林带啊，布林带它回到就是有时候它会走震荡行情啊，那在震荡行情当中，我就在两边往中间做啊，我就两边往中间做。如果是趋势型的行情呢，趋势型的行情是中间往两边做啊，这是布林带。那另外在布林带在设置的时候啊，布林带在设置的时候还可以做一个动作呢，就是这样。有些时候行情来的比较大，我甚至可以把布林带呢去增加一个3倍的标准偏差啊，3倍的偏差达到3倍。一般情况下行情的偏差达到3倍之后，会有超过 97% 的数据会落在中间，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做多，这个行情能够点到3倍标准方差的时候，一般就是平仓点了，就通常情况下就是平仓了结点了，因为它大多数的数据都会包含在其中， 97% 以上的数据就会包含在其中。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入场做多，走到这个上方来，这个之间的距离呢，我们一度量了一共140点啊，就是这一小段140点其实就是我们的获利区间了。那当然有投资人说，哎 Cam 老师，这个行情还没走完，还要走到更高的位置。那每一段行情你很难做到它全部都把它抓到，你只能抓到你熟悉的那部分行情，你只能抓到你熟悉那部分行情。就以这个图形而言，英镑对美元了能够在中间抓到140点已经非常已经是非常理想的一个数值了。能看英镑现在继续开始往上走啊，英镑继续开始往上走，在时间上了，我们看到英镑呢目前有了做了半手，有了21.36的盈利啊，现在这个行情还是往上走。日内交易我觉得只
止盈的位置呢，如果它走出日内走出100点，那基本上就是平仓点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设置个100点啊，实际上不一定走那么远啊，走一个六七十点，甚至走到这个前边的这个哦，不用100点啊，100点就顶到最高了。我们往下一点啊，止损给60点，止盈的位置呢稍小一些，给一个80点啊，让它运行到这里边来啊。运行到这里边来啊，大约的止损的止盈的位置呢是1.26814 啊，那我们把它改成稍做一些修改啊，比如说我们改成818吧，不要814，把改成818，其实差不多的啊。好，听到的叮的声音就是这个行情进来的声音啊。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图形。好，点一个下边来啊，然后继续在布林带里边看啊。布林带在运行的时候，我们刚才说有两倍的方差，还有一个呢就是1到2到3倍的啊，三倍的方差，就是它有1、2、3倍的这个方差，方差越大，它的包含度越高啊，那它的要求的值也就越大啊，也就是它的出入场点会更好。但是不足的地方呢，就是方差越大，它越达不到那个位置，就是我们交易的时候越到不了那个位置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标准方差和它的这种图形和它的样子啊，这个图形和它的样子，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啊，那我们再来其他的货币也去对应一下啊。那我在用这个标准偏差的时候呢，就是三倍标准偏差的时候，经常会使用在四小时图上啊。就如果一个行情走到了四小时图级别上的三倍乖离的时候，它大多数会走出回调。所以大家各位同学，你们也看一下哦，你看像这个啊，像这个图形也是。把它挪开一些，把这个画图的这个挪开一些哈，画图的挪开一些。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在这个图形当中，哦，走到这儿，这都是刚刚点刺三倍方差的位置，就是我图形当中画的这些都是点刺三倍方差的位置，你就会看到它，因为欧元是在走摆荡的行情嘛，你就会看到它，当它点刺到三倍方差的时候，都是形成反转格局的，只要一碰就反转，一碰就反转。所以这都是一些交易当中的就是如果有人喜欢做这种摆荡交易都是啊，包括我们看到在这儿啊这些也都是啊，走到三倍方差上。那我们各位同学，四小时图上你来看一下在哪些货币当中出现了点到三倍的方差的时候，我们依次来扫视一下啊，美元对日币啊，点到三倍方差。当然，美元对日币，你看到中间这一次点到的时候，它就往下跑了；有时候点到的时候，它没往下跑啊，中间不是100%的。好，然后美元对加币在这儿点到了三倍的方差，那有可能在这边会走反弹的行情啊。澳币继续挺升啊，澳币继续挺升，澳币现在是。那澳币很可能走出趋势行情啊。在本周的时候，我一直跟大家说，在这周的时候，澳币可能会走出一些比较大的强势走势的行情出来啊，现在就开始运行啊，一会儿我们在这种单个货币的讲解当中我们再看啊。黄金今天点到这个低点，然后今天我们很有可能出现黄金的反弹迹象啊，就是拿布林带来看的话会出现反弹迹象。那这时候有的投资人就会想说， Kevin 老师，不同的交易方法得到的这个交易的思路有可能是不同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说这个行情是看多的，换一套系统呢它又变成看空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说没关系的，因为每个人做单的时间周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在那个交易当中，同一个产品有时候是可以多，同时也可以空的，因为它的波动的周期是不一样的。
波动的周期是不一样啊，所以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啊。那这是它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布林带这个指标。所以布林带当中关键的点，那这布林中的关键点就是布林带它是一个趋势性的指标，然后同时布林带呢也是一个摆荡型的行情的指标啊。将来的话，我还会真正的如果说在我们的强化班当中去学布林带这个指标的话。它大概有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去学它，很好用的这个技术指标，而且它会引申出来，布林带会引申出两个指标，一个叫做百分之 B， 一个叫做带宽指标啊，这是我们的两大指标啊，两大指标，这两个指标呢我都有啊，喜欢要指标的这个朋友呢，你可以在中间。去联系我们啊，我来把这个指标会给大家啊，我在这边也写上啊，两个衍生指标，然后一个叫做百分之 B 啊，一个叫做宽度啊，一个叫做宽度指标啊，这两个指标都有的。啊，这两个指标都有的啊。好，那我把这个点一下 OK 发给我们的发给我们的同事。发给我们同事，让他去编辑一下，发给各位同事。然后这两个指标如果有需要的同学了，也可以找我们的小助手，然后我就发给他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那进入到本周的时候，我觉得交易的要点啊，基本面上的交易要点有两个，一个是澳币，一个是英镑啊，是交易的比较重要的要点。那在财经日历方面上呢，我觉得在本周。啊，我一直会用这个啊，就是金石数据上，然后会有财经日历啊，有的还是带一些美女的财经日历，有的是向日葵的，我通常会选择一个稍微干净一些的啊，你当然也可以选择一个美女的也是可以的。啊，点下来之后呢，它这一周的这个数据呢就会有。实际上在真正的交易当中呢，我会。就是在一周之前已经就把这个这些数据呢就已经会了解到了，就是会了解到了。那我们还是会每天的时候会看一下啊，比如说像今天有这个中国的九月份的贸易账中国有九月份的贸易账，然后休市呢有日本休市的，然后在周二的时候呢。哦，它就是有些数据不全的啊，有些数据不全，所以这一份这个财经日历，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提醒性的吧，但它不是最准确的，因为它有些重要的数据没标含上来啊，没有标志上来，所以这是看到的这些个财经数据。好，那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各自的这个货币走势当中来看一下啊，还是到了各自的货币走势当中，我们来看，如果用我们常见的模板啊 M 模板，然后来看一下早间有哪些可以做的交易行情啊。到了小时图上，亚洲盘做单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做单呢可以用15分钟图和30分钟图去做单啊，你不需要用特别大的。这个级别去做单。那进入到本周的时候，我觉得有几个是特别值得你关注的。一个是在周末之前的时候啊，中美贸易谈判达成阶段性成果啊，刘鹤同志呢也和特朗普该握手握手，该协议协议啊，中也是做出了一些让步，然后达成了一些协议。那所以在本周的时候
有一些产品会走出比较大的走势，那这些产品呢是原油啊、还有这个期货类的产品啊，原油期货类的产品啊，还有就是中国股市啊、美国股市啊、这些还有与之相关的澳股会走出就比较大的行情。然后我们在周天的时候就和这个美国新闻速递给他们说，我说哎，下周一的时候那你们可以提前做一些预判性的文章，那就是说中国的股市可能会上涨，然后美国股市可能会上涨啊。当然这种他们是新闻嘛，新闻不做预测。那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已经会看到中美股市已经走出这个涨幅了啊。包括我们看到在今天早盘的时候的澳股啊，也是在继续在找往上走啊。澳股也是15分钟图在今天往下一走，今天早上的时候向上跳空，然后往上走啊，整体一个多头的行情。然后中国的 A 股啊，中国的 A 股注意现在的 A 股的价值已经多少了，已经开始的价格都是14000了，已经开始14000了，突破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最高点啊，几乎和今年年的最高点相互持平。今年的年上的最高点是14241，出现的时间呢是今年的4月1号啊，走到了最高点啊，出现了这个最高点。那去年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去年是1月份，还有就是这个时间点啊，就是17年的时候是出了一波这个行情啊，一波涨势啊，涨到了最高点的是涨到了将近15000。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A 股已经持平啊，或者是接近持平年内的最高点了，那还差100多点。所以这个就是完全符合我们在这个中间的交易的预期啊，连续的啪啪啪就涨上来。那这个涨势涨到高点之后呢，会有一些平仓动作。我们在本月份其实对 A 股的判断其实是相当准确的。我们在本月份月初10月1号的时候就和大家说累积在国庆节假期的这些行情还有这个入场的动力会在国庆节开盘之后开始走这个挺升行情，所以这个行情就开始啪啪啪啪上去。现在如果有多单就可以做一些减仓的动作啊。我们在很早之前有过多单啊，就是在这条线上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一手的多单啊，一手的多单现在已经抵到关卡价位了啊，现在已经抵到这个关卡价位了。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这是 A 股。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会看到就是全球股市在本周进入到一个比较热的这个行情当中啊。当然如果做的话，我觉得德指美指A 股的 A50, 然后美日日经然后都是值得去交易的。走的不太有利的就是 UK100 啊，大家要小心，虽然也在反弹，但是你注意 UK100 和 A 股有明显的不同啊。A 股是底在高峰上，年内高点，然后 UK100 呢是从底位反弹，所以说中间如果力量最大的上涨行情应该不是英国的股市啊，这是它啊。然后美股在今天的时候持续冲高啊，很有可能再次去走到这个接近3000的位置上，然后再往下走。今年美股一直在这个3000点这个位置上始终过不去啊，这和中国的 A 股有相似度啊，这是我看到的它。一般情况下如果走出这种大幅的走势的时候呢，中间人民币也会做变动啊。今天我们看到就是人民币也走得非常强啊，这是美元对人民币，今天的人民币走得非常强。现在的价格呢是接近到7啊，7是关卡价位啊，7是关卡价位之后我不太觉得人民币会落到7之下啊，就美元对人民币这个行情还并没有反转。好，那今天来看一下各个货币它的
走势的状况啊。美元对瑞士法郎啊，这是交易当中的点到低点，然后往上走，所以美瑞现在是相对偏多的啊，欧元也偏多。现在很有意思啊，现在是欧元也偏多，美瑞也偏多，所以看一下欧瑞啊，欧瑞可能会涨得更凶一些。欧瑞现在是欧瑞。欧瑞现在15分钟图、30分钟图上开始反弹了。其实欧瑞是可以做一个单，这个单我会把它做喊单啊。我们就用 1.8 吧，这是做一个。因为欧瑞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想做的一个单啊，止损到低点啊，止损给一个25点左右的，那亏损的时候呢，会亏损大约就是700澳币左右的这个亏损，止盈我先暂时不设止盈，或者中间如果日内交易的话，可以设一个50点止盈啊，就是大约25点止损，50点止盈这样的一个损益比啊，一个损益比上去啊，可能当天就能达到了，那这样的话。止损的时候会亏损大概600左右啊，止盈的时候会盈利到1140啊，就是损益比大概是两倍。所以我把这个也发给。也发给各位投资人啊。对，我也建议各位同学你也可以把自己的手机和这个电脑呢联系起来。不是，就是把自己电脑和这个手机联系起来，然后这样的话，它就会弹到你的这个，弹到你的手机上来。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波啊，这波行情啊，还在往上涨，所以欧元对瑞士法郎可以的。那如果说不喜欢做交叉盘的这些同学，单纯做欧瑞也可以啊，单纯做美瑞也可以啊。现在的美瑞走到低点也是一个相对偏多的一个行情啊。现在本周也很有意思，欧元对瑞士法郎还有美元对瑞士法郎。走的这个位置正好是周层级的关键点位，啊，现在正好是周层级的关键点位，点到周枢轴线、周成本线这个位置。本周枢轴线啊，欧元的、美瑞的枢轴线稍稍走了一个上移，稍稍走了一个上移，哎，从这儿跑上来，稍稍走了一个上移的行情。这是它稍稍走出了一个上移，所以本周的美瑞的走势呢是相对偏多的，稍有些偏多啊，继续再往上走一个挺升行情。那目标位呢大概在一之上啊，那上面前面在这儿我们看到有一个第一阻力位啊，周线图的第一阻力位置在一啊，所以这个行情冲上去之后呢，大致我想它的这个目标位置呢可能会。回到一这个位置上，啊，走走走走走走，回到这个一的这个位置上，然后再做一个停顿或者怎样，所以本周整体的这个走势呢还算偏乐观。啊，英镑现在已经跑开了啊，英镑现在目前的英镑目前的镑啊还在往上走，我们刚才做了一单英镑啊。目前有66块钱的盈利啊，欧瑞的有82块钱的浮亏啊，当然欧瑞的仓位呢是它的3倍啊，所以这是它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英镑它的图形啊，在往上走啊，然后再看一下跟我们最近的一个货币，最近的货币就是
最近的货币就是纽币啊，当然最近的还是澳币了。澳币，我先说澳币吧。那知道了澳币，你就更加清楚纽币了。澳币现在是在涨势当中啊，我个人认为，在今天我们一直说贸易战谈拢了啊，谈的不错。那中间中国的进出口应该是有所增长啊，那这时候与中国经济非常相关的澳洲呢啊也会受到这种影响啊，相对比较强啊。本周的澳洲的就业状况预期出来也还不错啊，预期出来也还不错，所以在这儿的澳币可能会走出一波这个涨势啊。关键关卡价位是在关键的关卡价位是在 0.69 啊，或者 0.6920， 看看它跑上来会怎么样。日线图澳币的这个下行的通道已经走了几个月时间啊，从18年1月开始到现在啊，十几个月时间这个下行通道走下来。然后它的最低点，澳币的最低点啊 ,0.66 啊 ,0.66 这个点次。如果这次挺身上去呢，再往上走一波，就澳币就真的见底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澳币非常宏观的一个走势图啊， 0.66 是澳币的大关卡啊，我们最近常见的数字呢是 0.6670。啊 ,0.6670, 现在的价格呢是 0.6780, 从底部数据呢往上挺身了100点，这是看到的这个图形啊，所以我觉得澳币还是偏多一些的。澳币也是偏多一些的。那澳币目前在四小时图上的这个结构了也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一个 N 型结构啊，上涨调整啊，在这儿而且还很有意思的，在这边呢受到月线阻挡啊，涨上去月线阻挡，调整下来再涨一波啊，调整下来再涨一波，涨的这个幅度呢跟它几乎是一样，就是两波上涨的这个幅度，第一波从 0.6670涨到了 0.6770, 涨了100点。第二个呢，第二波呢是从 0.6710 涨到了最高点的 0.6811, 涨了100点。所以澳币的这个走势可以说是相当规律的。相当规律的一个 N 型结构。啊，今天早盘的时候有回调，有调整。所以我觉得今天在某些时候上调整下来啊，给一个调整，拉出一些距离的时候，可能再次去走出一波啊，这个上涨的行情，看看它，这是它的这个澳币的图形啊。那今天的澳币如果说入场点的话啊，找它的入场点的话，我来看一下啊，斐波那契这样一拉啊，找黄金分割，找到50左右的位置啊，50左右的位置也是月线所在的位置，大约的位置呢是在0.6760 啊 ,0.6760 左右的位置在这儿看看它的位置上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交易的点位会在这儿出现啊，会在这个点位上会在这儿出现这个位置。摆荡。下边的技术指标我们来看一下，下边的技术指标我们会看到澳币在目前的时候ADX 指标逐渐开始挺升，而且是多头开始挺升现在是30左右。ADX 是用来形容趋势强弱的，那以目前的30为例了，趋势在逐渐增强啊，会那当它走从30开始走一直往上走的时候，是趋势会一直加强，就像这一段趋势一直加强所带来的行情，就是在中间趋势一直加强一直往上走。目前的是行情在一直往上走有所调整，什么时候 ADX 再开始往上走的时候，新的一波澳币的上涨就开始。所以我们会看到
澳币对美元还是一个整体往上走的这样的一波走势和行情。啊，这是澳币，然后接下来是纽币啊，纽币走的比澳币弱一些。啊，纽币这次呢走的比澳币弱一些，纽币还在震荡当中。震荡偏多的一个纽币啊，甚至纽币还一度跌破了这个月线啊，所以纽币走的相对较弱一些，交易的行情并不多啊。美元对日币现在是看多的啊，回到低点往上做，今天它的入场位置我们看到的是108.20，108.20啊，现在是108.33。随着这个行情的进入了，我们可能，看再有一波这个上涨的动力没有？美元对日币还是偏多的啊，就是就目前而言，美日还是偏多的一个行情。而且还有一个大家值得注意的，就是如果美国股市走得强，那么这个图形也往往会走得强，就是。美股和美日有着非常大的相关度，啊，美股和美日有着非常大的相关度。美股往上走，美日也经常会往上走。美股如果暴跌的话，美日也会暴跌，啊，这是有相关度的行情。好，这是它，啊，黄金也从底部开始反弹。刚才我们说过，说黄金在底部触及到，我们说的那个，标准偏差等距通道就是黄金走到一个低点开始往上走，黄金往上走主要的原因就是一是避险情绪逐渐开始减弱了啊，包括贸易战顺利的谈判已经有了一些结论性的这个东西出来的，所以这个黄金呢开始它的这个地方呢开始有些弱啊，所以它往下走啊，所以在上一周的时候。整个上一周的时候，黄金走了一个先冲高又回落的一种走势。目前来看，在小时图上，黄金是偏多的。啊，黄金是偏多的一个走势。啊，欧元对英镑，欧元对英镑还在涨势当中。sorry，就是英镑在涨势当中，欧元对英镑呢还是往下走啊。包括到现在，我们会看到，它的指标由原来的这个摆荡指标开始从正轴往下走，进入到轨道。其实，目前我甚至可以在这儿呢，也可以去做一些，交易当中的空单进去。最近的欧元对英镑的波幅非常大，直接穿出我们的轨道了。它的波幅非常大，所以在现在的时候，我觉得英镑我们刚才已经入场了，欧元对英镑在这儿的时候，实际上还有一些入场的机会。从现在开始，往它最下边走，走到最下边的时候还有60多点，所以欧镑实际上在目前的状况下的时候是有空单的这个交易机会，特别是将来啊，如果一会儿这个地方再挺深一些。走上两个小格啊，走上来走到两个小格，走到大约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些位置的时候，0.87790、0.8780左右的这些位置的时候，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的这些位置的时候，那它的就会出现一个位置又好啊，然后这个力量又强的这些下跌行情，所以。今天我可能在欧元对英镑上稍做一些等待，啊，稍微做一些等待，看它随后的这个行情怎么走，啊，暂时先不去入场。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交叉盘当中的这个行情。交叉盘，棒系的交叉盘是特别合适于用4小时结构当中的这个图啊，欧系也是合适的。看一下这个趋势线 breakout 这个，
这个是已经出去的。欧元对。欧元对加币。欧元对澳币。欧元对澳币，这是从这儿突出去了啊，所以欧澳目前是相对偏多的。其实他在表达意思就是说澳币有可能回调一波。这个单其实是可以做的。欧澳现在我们看到它刚刚从这个位置上飘出，然后周输轴线也所在的位置也在这儿啊，我们中间入上两单去入场。我就用标准的 1.8 吧。买单进来它的止损呢，我把它点在这个前低之下啊，大约这如果亏损的大概有1000澳币的这个亏损。止盈的位置呢，我把它摆在这个标准位置上啊，注意在这儿。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在这儿有个小小的条，那这个小条呢就是我们的止盈的位置啊，我把它摆在标准止盈位置。其实这个标准止盈位也很好，正好是在前高之前，然后或者说前高之下。那盈利的时候大概有1500啊，就是亏的时候亏1000，赢的时候赢1500。这个单我们也把它当成一个集体做的单啊，发给。我们做了一个 1.8 的一个单啊，注意这个单其实跑得比较快的啊，注意这个欧元对澳币实际上是跑得比较快的，大家在做单的时候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仓位的去做一些管理啊，因为它动起来很快，它的平均波幅很快，平均波幅很大。你看像这儿，它在4小时图上，它的平均波幅达到40点，这个数值比欧元本身要多出4到5倍，因为欧元本身4小时波幅大概是10点左右，这个要40点，所以它的波幅很大。那这时候你的交易的量也要做一些控制。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欧元对澳币的一个飘出啊。然后澳币对纽币这个单呢也是很讨厌啊。澳币对纽币之前破位下行我们做空了，然后在昨天的时候又啪啪啪跑上来啊。跑上来了，我们这单就止损了，所以澳币对纽币的这单我们就止损离场了啊，行情变化也很大。还有一个今天早上做仓位调整的是纽币对瑞士法郎这个单。纽币对瑞士法郎这个单纽瑞我们之前在之前的时候，8月30号我们做了3手的纽币对瑞士法郎的多单。然后在今天的时候呢平仓了1手啊。那现在剩下的2手呢还有2056块的盈利。那中间还平掉了一些啊，平掉了1手，平出了1000多。那纽币对瑞士法郎可能这个单呢走一些调整啊，调整下来之后了，然后再次去入场去做多它。纽瑞现在还在低点上，不要担心。纽瑞其实，回到低点然后再买入也还可以了。回到低点然后再次去买入这个行情还是可以的，不用去特别担心它。这是我们看到的。纽币对瑞士法郎。纽币对瑞士法郎。这个单。纽币对日币也是上下震荡。
牛币对加币从高位上往下走啊，其实中间在本质哦，还有原油也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原油现在从底位上开始往上跑了，周四的时候，我们同学说，宋淑娟同学问说，底部要不要加码啊？我当时就说，仓位小的都加码啊，仓位小的都加码，这是双底行情啊，连续两次走双底行情，现在冲上去了。所以原油在本周开始啊，今天是10月14号，从本周到结束的29号，29号就是。本月有两个嘛，一个是19号，一个是29号，一个脱欧谈判，一个美联储决议，有两个重要的事情要发生。那这两个事情发生，我觉得对原油的影响，特别是美国经济如果变好，还有就是贸易磋商谈得好，中间还有一个就是伊朗石油船遇袭，还有就是沙特，还有这个减产的这些事情，都会带来原油的一波上涨，所以14到29这半个月时间上，原油的价格可能在中间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从51到54，然后再走一波的话，有可能到达61左右的位置，就是这波行情回到我们之前的做空点上啊，再往下走。所以这两周的时间去做原油其实是特别好的，包括一些这些期货，就是商品期货类的这些产品。那这周我们会发觉黄金在往下走，原油在往上走，那实际上是这两个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对冲的，就是对冲掉美元本身的风险，而去做一个市场当中风险下行，黄金价格下跌，经济走强，原油价格上涨的这样一个对冲的这个思路也是可以的。那不管怎样，我觉得原油的这个多单还是可以继续保留啊，然后日内交易的时候都是可以去逢低去买入原油，也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王英林同学问到说，奥瑞会不会比纽瑞更稳定呢？奥瑞可能比纽瑞更稳定，但是纽瑞会套出更多的利息出来。所以纽瑞呢更多的时候会倾向于这个息差的交易啊。奥瑞你看奥瑞它的买单1.95, 然后纽瑞呢，我们来看一下纽瑞。纽瑞呢是 2.21 啊，就是纽瑞的给的利息呢会更高，就同样时间上给的利息会更高。而且还注意一下，当你买纽瑞的时候是买了一手的纽币，买奥瑞的时候是买了一手的奥币，也就是说买纽瑞的时候买的东西少给的息更高，买的东西更少给的息更高啊，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纽瑞还是有它的特点在的。当然在交易的层面上这个奥瑞也还不错了，奥币对瑞士法郎也还不错了，所以这是他啊。我们再留一些时间给各位同学提问题。看看各位同学有什么问题啊。比特币现在又从10000点之下了，又回到大概8000多点啊，8000多点。所以比特币目前的这个状态实际上是在这儿筑底了。比特币实际上在这边去筑底，8000点是比特币的重要的关卡价位啊，就是$8000的这个位置是重要的关卡价位。我们在今年的时候是在4000的时候做过它的多单啊，一路做上来做涨到14000啊，涨了3倍的价格。现在又回到8000这个震荡区域，最近一段时间上比特币如果走到大约7000或7500的时候，回到一半左右的时候可能还会再有重新建仓的这样的机会。现在是正好回到了涨势的 50% 的位置，正好回到涨势的 50% 的位置。看看它事后会怎么动了。
看看它事后会怎么动。观测一下吧，所以它也是比较好的一个行情。最近好多同事也同学也说这个 Lian 老师哪里了啊？前段时间就是澳洲这个小孩假期啊，叫做 School Holiday 啊，Lian 老师的这个有休息休假期，所以有几天了，可能Lian 老师会回归到正常，然后和大家去进行这个时段的讲解啊，其实也很值得大家期待。今天开始，澳洲这个小学生呢又开始上课了啊，又开始步入到正轨当中了啊。大家期待已久的这个 Lian 老师可能又会回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好，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同学的参加，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晚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晚间的欧洲盘呢，还是我来给大家进行啊。我们再看一下，到的晚间欧洲盘时段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啊？本周进入到本周，其实交易的机会也很多，商品层面的这个产品是重点啊，包括我们的加币对日币现在也已经涨出比较大的这个行情出来了啊，加币对日币啊，这个。加币对日币啊，也已经涨上来了啊，所以这也是明星货币啊。现在的加日，10月9号建立的加日，现在已经有1723块的盈利了啊，已经1000多了啊，所以加日是明星货币。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各位的参加，明天我们再见。